我就是跟那条狗有深仇大恨，不光跟那条狗，我跟你还没法说啊。我问你，那条狗是不是整天在咱们小区拉屎撒尿？对对对，我跟它的主人说多少回了，让它拴起来拴起来，就是不听呢。看看，哎，看看，我刚刚拍摄的证据，啊，豪华汽车的车轱辘，你看尿成什么样了啊？不，这又不是你的车。 你管那些事干哈呀？从现在开始，这辆豪华汽车我就说是我的，我要为小区伸张正义。二伯伯，从你嘴里边说出“正义”二字，我怎么这么瘆得慌呢？王小倩啊，你知道小米粒为什么不喜欢你不？为啥呀？就是你的身上缺乏正能量。王小倩，你好好想想。 哎，要是因为这件事儿，那个狗的主人把狗拴起来了，小区的居民是不是对你另眼看待？啊，你是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儿？啊，你在小米粒的心目中是不是就变成了英雄？二伯伯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感觉我整个人很正啊。废话，你跟你二姑在一块儿，什么时候歪过？出发。 这事儿太气人了，你必须得严惩处罚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你们小区物业要是不管的话，我明天就去派出所，我马上报110。不是，小卢啊，哎，小卢啊，你先别着急了，因为啥事儿啊？哎呀，有人下黑脚，有人踢我儿子，不能啊。 你还没结婚呢，你怎么会有儿子呢？哎，你怎么给忘了呢？啊，你还抱过他呢。哎，我儿子可喜欢你了。啊！哎呀，我还当是谁呢？是他呀！你不是还说过要给他当爸爸吗？儿子，来叫爸爸。啊啊！哎呀，他叫啥呢？啊啊，叫爸爸呢。你看这。 甜呢啊哈，孩儿他爹，不是那个哎，不是你说啊，咱们肯定不能让这个凶手白白的这么欺负咱儿子吧？对对对吧？你是孩子他爹，你得管吧？是不是？小卢啊，不是你先这样，你先别紧张，你们坐着坐着，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，行不？到底因为啥事儿啊？好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今天我带着我儿子在小区散步。 我儿子走在前面，我走在后边。哎，你猜怎么着？啊，我就一眼没照顾到啊！有一个人窜出来，当着一脚把我儿子给踢了。哎，踢完他跑了。啊，这人是什么样？你看清楚了吗？我没看见呢。哎，我就看见一个背影儿。不过这个人啊，从背影上看就是一个肉包子。哎，他踢完咱儿子就跑了。明白了，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头。你放心吧。 这事我一定管啊！一定要爱护动物，就是尤其是爱护小动物，是吧？多可爱的人呢，是吧？我回头啊，我去查一下监控啊！太好了，太不像话了！哎呦，你看看都直抖。行了，哎呀，今天宝宝受委屈了。来来来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多温馨的画面呐！你别说，你们爷俩呀，这颜值一个比一个高。哎，这帮邻居们，你们说他们爷俩长得像不像啊？不是。 别跟着瞎喊啊！我跟你说，这要是传出绯闻上了头条，谁都接不住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你咋来了？你看啊，人不少啊。不是，有啥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有人被狗咬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光知道有人踢狗啊，谁被狗咬了？马上让你知道，进来吧，大伯母。 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王小倩啊，你这是被狗咬了还是被鳄鱼咬了呀？大姑姑啊，你是没看到那条大狗啊！要不是我跑得快，就剩下一条腿了。我明白了，这是被藏獒咬的呀！啊，咱们小区不能养大型犬呀！坐下，你放心吧，大姑姑给你做这个主啊！必须查出来啊！必须查，严惩，必须严惩！儿子，就是这条狗，就他，你别动。 你给我转过去！哦，就是你啊！孩儿他爹就是这个肉包子踢了咱的儿子。我过来，你给撒开！我不撒！你撒开！不撒！二胡子，上！撒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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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位女士，你家狗咬人了，你怎么还这么凶啊？啊！还有啊，你这狗在我那豪华汽车轱辘上撒尿，你得赔啊！你谁呀？我小区正义的化身。哎，我明白了，你们俩这是一件事儿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说他踢了你的狗，对，你说他的狗咬了你，是不是？来，看我坐这儿吧，啊，坐下。这样，咱别着急啊，心平气和，是吧？咱们来谈一谈怎么解决吧。好，那咱就说明白。嗯，孩儿他爹。哎呀，这个肉包子必须赔偿我儿子一切损失。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1万块钱，你掏吧。等会儿，二虎父，嗯，这里边咋还有赔钱的事呢？当然有赔钱的事儿啊！你起来，起来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哦、王小倩先生，现在是我公司的副总。哎，你闭嘴！月薪2万啊。哦，2万是吧？那正好，你掏2万吧。谁掏啊？你家狗咬人了，你赔人家，哎，咬成这样，住院就得半年啊，这就得10万，啊，医药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，你这么着吧，你打个折啊，你给25万吧。你疯了吧你？25万，我真掏你敢拿呀？哎呦，你掏出来我就敢拿，我还没见过钱呢，怎么着？哥，哎呀，孩儿他爹。哎呀，哎呀，哎。赤裸裸的美人计呀、啊，这是！哎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什么美人计啊？是美人计吗？赵刚子，你给我挺住了啊！他家狗咬人了，必须赔偿。哎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儿子从来不咬人。再说了，就算他咬人，也是他先踢的啊！你看看把我儿子踢成什么样了啊！这要是什么后遗症，后半生就完了。他还后半生？王小倩先生已经没有后半生了。啊！咬成这样，肯定得狂犬病啊！他要是得了病，他就得咬我，咬了我就咬你。你是物业的，你得了狂犬病，全小区都得被传染。别这么胡说八道！王小倩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踢没踢人家狗？踢没踢？没踢，是狗咬的我，完事跑了。你踢了？没踢。你踢了？没踢。行，没踢。哎，这有什么好争的？你家狗不咬人家。人家能踢吗？你让他咬我一个试试，我踢不死。你让他咬我一个试试，你让他咬我来，你让他咬我一个试试。看来你对我钱顺风还不太了解呀。我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脾气不好。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我要是急了，我连我自己都打。哦，那他就是欠抽。你怎么说话呢你？说你呢，你就是欠抽。行了，都行了。你们还解决不解决问题？解决。解决问题就不要吵架，都过来，坐下。哎，王小倩，这样，你把这个详细经过呀，你给我说一遍。大姑父啊，是这么回事啊。你这样，你站起来说。哎，今天早上，我迈着愉快的心情，在小区里边散步，突然我就看见他的狗，对，嫌疑狗，在二姑子车上愉快的撒尿。你这令人发指啊！这事儿我得管呐，必须管。于是乎，我大喝一声。那是纯爷们儿，这条狗不仅没有停止撒尿，而且向我发出了猛烈的进攻。你多猖狂！露出了狰狞的面孔。我这狗急跳墙啊！后来呢？后来就被我二姑抱成这样了。你这不废话吗？我能不包扎一下吗？大动脉都咬破了呀！我跟你说，你失血过多，你人就没了。你拉倒吧，就这么个小狗，能把王小倩大动脉咬破喽？幸亏我及时赶到啊，大姐夫！我要是不予以制止，这条狗把王小倩整个就吞下去了。你胡说！哎，他血口喷人！哎，街坊邻居们，你说这么小的狗，它这么大个吞下去，它不撑死了？再说了，就你这一身臭肉，咱狗看上你了？谁臭肉？你？谁臭肉啊？你？我上个月刚洗的澡。不是，你家狗要不往我二姑子车上撒尿，我能踢它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哎，我明白我们家狗为什么咬它了。假如你撒尿撒一半，别人当着一脚踢你一下，你不急眼呐？二狗夫，他说的有道理啊，有道理个鸡爪子也有，我有证据啊。哎，你是经理啊，物业的，看看我这豪华汽车，这轱辘都尿成什么样了？等会儿，陈师傅啊，这怎么成你的豪华汽车？你不是这个车呀？怎么不是啊？这不是你的车呀？ 这是我姑奶奶的车呀，我开回来。你拉倒吧，你什么时候有个姑奶奶呀？哎，我有个有钱的姑奶奶，我还跟你汇报一下啊。没问题啊，这个车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这是我的车。不是，你确认吗？我都能看错吗？钱志鹏，来，我跟你确认个事儿。怎么？这是你姑奶奶的车吗？ 我亲姑奶奶的车呀！哦，我亲姑奶奶对我非常好啊，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呀。怎么了？来，春芬，这个事儿好解决了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带你见个人啊，他就是曾经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的你的亲姑奶奶。过去吧，拜见亲姑奶奶。大孙子，我就是你姑奶奶，叫吧。 你等会儿，我凭什么叫他呀？这车是谁的？是他的。那你胡说八道！我自己家的狗在我自己家的车上尿尿，你管得着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刚才说的就不是狗尿尿的事儿，那什么事儿啊？是狗咬人的事儿。哦，我差点就把我搅和乱了都。二姑，往下，走吧。上哪儿去啊？老刺挠了。 这聊什么？你坚持一会儿，我真老刺挠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大姐夫啊，他这是狂犬病的前兆啊，哎，马上就犯病了。马强，你怎么你真有反应吗？有啥反应啊？我二姑包的太紧了，里边老热了，老刺挠了。那你坚持一会儿行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坚持啥？我坚持不住。钱志鹏，哎，你过来，哎呀，别说话了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觉得这个事儿这么不对劲呢？怎么不对劲啊？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没有。 哎，跟你没关系，你怎么就这么热心呢？我是你小区的一员。是啊，我为小区伸张正义。哎呦我的妈！这“正义”两个字从你钱顺风嘴里说出来，我怎么那么瘆得慌呢？你瘆得慌，我都瘆得慌。不对，怎么了？你这里边一定有事儿，你肯定有事儿瞒着我。你说不说？你不说这事儿我不管啊！别！我说。 我也不怕说，我就是看不惯他，包狗的那个，就说你呢。我不光看不上他，他全家我都看不上。大姐夫啊，我跟他爸爸做的是一样的生意，我都谈了半年了，辛苦谈了半年呢。他爸爸昨天把合同给签了，有这么做生意的吗？啊，严重违反经济道德呀，这是。明白了，钱顺风啊。 哪有你这么做事儿的啊？你对人家爸爸有意见，你去找人家爸爸，你拿人家闺女撒什么气呀？啊？你说你哪有你这么干事儿的？你像个老爷们儿吗你？啊？王小强，听明白了吗？他拿你当枪使呢，明白不？我明白了。二姑父，我跟你在一块儿待时间长了，早晚得歪。没事，你大姑父给你正过来。大姑父，我算明白了。 你这叫公报私仇啊！怪不得我爸抢你生意呢！啊，我一会儿就告诉我爸，以后把你生意全抢喽！你还好意思说这话？我为什么不直接找你爸去？我觉得你爸爸岁数大了，我怕伤害他。哎，你要这么说，我跟你没完啊！我先跟你没完，赵经理，你跟我没完，我先跟你没完，你还不讲理了？你还哎呦，卢总，这个人，哎呀，卢总啊，你看你这么忙，您怎么还来了呢？来，快坐着。 我一进家门啊，他妈就告诉我了，为这事儿了，跑这儿来了。我不放心呐，这孩子脾气不好，我怕他一会儿跟别人干起来了。不会的啊，他们已经干半天了。啊！爸，这不怨我，他还有他，哎，他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。他们不仅欺负你女儿，他们还踢你孙子。啊，踢我孙子？那孙子，告诉爷爷踢你哪儿了？哦。 踢小肚肚了，好，小肚肚，爷爷给你报仇啊！爸，过来，就是他，钱顺风。哎呀，滚！一个臭小子，你还生气呢？啊？钱经理啊，是这样的，前段时间呢，我出差不在家啊，我回来以后呢，公司的人给我汇报了啊，说抢了你一单生意。我一了解呀，这单生意啊，是一直都是你在做，我代表公司向你道歉啊。哎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后边啊还有一单生意，比前面那单生意还要赚钱，我把它让给你了。 啊，虽然我们不经常见面，但这次的会晤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正，是吗？哦，不光你很正，嗯，你培养了一个女儿也很正。哎，你刚才怎么就这么说了？哎，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呀。爸，哎，老爷子，你看这位年轻人，他把你女儿的狗打了，你的女儿并没有怪罪他，一直在给他道歉呢。二姑父，闭嘴，坐下。女士，你看看你的狗没有事吧？ 如果有事儿的话，我愿意带他去看病啊！哎，医药费我都包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说的。好，我们家狗啊，在我们家跟我地位一样，我月工资2万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打个折，你就赔我25万吧。行了，闺女，怎么过不去了？啊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啊！你说，他踢了你儿子，那他怎么不踢你老子呢？可见你儿子呀，也有不检点的地方，啊。 再说了，我们公司有错，抢了人家的生意，你说他能不急吗？狗急了还咬人呢，是不是？哎，经理啊，哎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对，我确实是急了，但我也得说你两句啊。你说你一表人才啊，堂堂正正的一个企业家，是、哎，你说为这点事儿，哎，你跟个小狗过不去，啊？ 我也有错。怎么样？这事儿没事了，没事了吗？没事了。这样多好啊！对，卢总啊，做生意讲究是个程序，街坊邻居讲究是一个和睦。其实遇到事儿以后，大家各退一步，多说一声对不起，多说一声没关系，不就过去了吗？对。当然，有些个别人没事儿找事儿，生怕天下不乱，这种人一定要把他揪出来。对，这种人必须揪出来。谁呀？ 你们说是谁？街坊邻居，说别人对得起你吗？啊，就你在这中间捣乱。我问你，误会，王小倩到底被狗咬没咬？王小倩咬了啊，咬了。王小倩，你要是真被狗咬的话，赶紧去打一针狂犬疫苗针。不要，一针不行啊，狂犬疫苗一次得打4针，连打1个月。不要不要，真不用。大姑父啊，我没被狗咬，你瞅着啊，看着啊。 我啥事没有，看我还能大笑呢，看着，看我可精神了，一点事没有，看我是不是挺精神的？你看我啥事没有，我啥事都没有，真的。谁呀？啥事没有？狂犬病的前兆，你放心，卢总啊，医药费我包。哎，王强，来上医院。才认分啊！这小伙子到底有没有被狗咬啊？哎呀，爸，你看这狗这么小，牙还没长全呢。对，您放心吧，都是我那妹夫闹的，没事。那赶紧拦着，别让他真打呀！不能。 打针不得花钱吗？我那妹夫抠着呢，他没这么缺心眼儿啊！姑父救我呀，大姑父！我跟你说，王小倩，不耽误时间，4针咱一块儿打。大姑父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真缺心眼儿啊！钱顺风啊，你可不能抠人家王小倩啊！钱顺风，爷爷给你检查身体啊，配个片子，配个核磁共振。